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嚟怀念张英才特辑呢个节目。今集我哋会讲述张英才曾参与配音的剧集及电影。1970年到2006年代表作。一、张英才配演此野正五郎，又到龙虎榜。二、张英才配演卢宝警长，货车走天涯。三、张英才配演米亨，幻变奇兵。四、张英才配演总裁，咕噜咕噜魔法阵。五、张英才配演瑞比，小红维尼。电视动画1977年。一、木偶奇遇记，张英才配演余文，1980年。一、太空战士，张英才配演汤义刚。二、高立的未来世界，1984年。一、太空基地，张英才配演大元帅，1986年。一、幻变奇兵，张英才配演米亨，万毒魔党首领。二、变形金刚机敏战士，张英才配演何斯，美国版本第一、二季，无线电视播映第一至32集。1987年。一、魔法之星，张英才配演爱美经理人。二、外星小美儿，张英才配演美儿爷爷。三、天威勇士，张英才配演奇拉大人。1988年。一、龙珠，张英才配演牛魔王。二、波波城与动画廊，张英才配演一、庞中。二、卓文君的父亲。三、召车。四、楚文王第九部第五集。三、人成虎第九部第七集。家徒四壁第九部第十集。奉公守法第十部第四集。价值连城1989年。一、人造了什么，张英才配演大师，法国教育动画，1990年。一、圣斗士星矢，张英才配演一辉师傅。二、长腿叔叔，张英才配演夏文胡诺雅，语文老师。1991年。一、龙珠二世，张英才配演一、牛魔王。二、海龟先生。三、波波。四、南美星大长老。五、南界王。六、巴比迪。二、前期变形金刚正利之斗争，张英才配演拉斯达。三、叮当，张英才配演老师。四、铁甲玛利亚，张英才配演列帕努，无线版本1993年。一、绝对无敌，张英才配演武田，代配第50集。二、黑龙合影，张英才配演迪郭斯父亲，1994年。一、忍者乱太郎，张英才配演户部新左卫门，1995年。一、搏击之男，张英才配演鬼胡子。二、悠游白书，张英才配演妖太。三、卡拉 OK 战士，张英才配演唱歌大师，1996年。一、咕噜咕噜魔法阵，张英才配演总裁，1998年。一、名侦探柯南17，张英才配演一、大木田。二、土桥哲夫。三、盐田平八郎。四、金城元一郎第29集、第53集、第67集、第68到70集。1999年。一、霹雳小威龙，张英才配演艾朗。2001年。一、微星小超人，张英才配演地狱魔怪。二、时空穿梭大发现，张英才配演博士。三、神风怪盗，张英才配演英国亲善大使。四、勇者指令，张英才配演一、朝日山壮一。二、老师。三、炸弹星人。四、沙鲁卡桑的囚犯第二、五、七、十三、二十一、二十三、三十三、三十五、四十二到四十五、48集。第七、25集、第43集、第44集。2002年。一、六门天外，张英才配演一、七彩水龙。二、水龙兽。二、爆旋陀螺，张英才配演金里的朋友。三、咕噜咕噜魔法阵二，张英才配演总裁。2003年。一、麒麟王，张英才配演松井老师。二、数码暴龙四，
无限地带蜡烛秀，张英才配演村长，第三集。2004年一高桥留美子动漫，张英才配演世界部长。2005年一星梦美少女，张英才配演奇里斯，劇场版动画电影。1998年一龙珠劇场版之冥界超激战，张英才配演南界王，特摄片。1998年一超人迪迦，张英才配演宿那鬼，第16集。1999年一超人蒂娜，张英才配演月吉，第8集。2001年一超人街啊，张英才配演肉店老板，第15集。日剧1972年一游到龙虎榜，张英才配演此野正五郎。1985年一阿信的故事，张英才配演田仓大五郎。1988年一早月老师，张英才配演半平九郎校长。中港剧2003年一秦始皇，张英才配演王翦。2005年乾隆王朝，张英才配演一庆城，二苏纪。台剧1993年包青天，张英才配演王延龄。1994年倚天屠龙记，张英才配演张三丰。2000年笑傲江湖，张英才配演方正大师。英美剧1980年货车走天涯，张英才配演卢宝警长。1994年 X 档案，张英才配演一深喉，二冼和达。1998年人心人术四，张英才配演一病人，二医生，三沙大为。2005年迷，张英才配演高东尼。2006年一二十四 V， 张英才配演直升机机师，第15集。二迷二，张英才配演高东尼。电影王者之剑，张英才配演唐道沙。1980年教父，张英才配演夏露基。1991年二营续集，张英才配演一葛文，二卢芳。1992年一铁血战士，张英才配演 Homer Phillips。 二铁血战士续集，张英才配演皮。1993年蝙蝠侠，张英才配演艾克伟。1994年猛鬼街大结局，张英才配演费迪。2000年一石破天惊，张英才配演金艾尔。二超时空接触，张英才配演卢卓洛。2001年一末日戒备，张英才配演和迪米。二宝贝智多星，三智擒四大癫王，张英才配演冼沙展。三心理游戏，张英才配演苏心武。2002年一绝世天劫，张英才配演拉夫。二情若今生，张英才配演施艾迪。2004年猿人争霸战，张英才配演 Sander。 2005年一纽约风云，张英才配演书。二倾国倾城，张英才配演恭亲王。2006年一海神号遇险记，张英才配演假医生。二魔界三部曲王者再临，张英才配演迪内瑟。三近朱者杀，张英才配演 Floyd。 2007年敌对边缘，张英才配演 Prudius。 此片于张英才离职后才于明珠台播出。各位，怀念张英才特辑讲到呢度已经全部完毕，喜欢呢个节目嘅朋友请你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啦。拜拜，我哋下一条片见。